男子率性，日出而著。近年寒风吹得起劲，论气势当然不可以同日系比，但系讲到真正能着嘅，始终以日系嘅用料、创意同埋细节位最实用。呢一股恤衫服潮，单着互搭都得噶。论剪裁，始终以日系恤衫最切合港男身形，加埋日本人，硬系可以喺一块布度发挥惊喜创意，又的确教人心意。近年设计越见出色嘅 Mihara， 秋冬季就以日本流纹同埋带有喷嘅半翼风格为设计。前腹用咗硬身物料，令恤衫更见挺身。讲到搞怪之作呢，仲有 Undercover 嘅肋骨图案，切合本季嘅人体解剖主题，贯彻其异类取材嘅本色，配埋同出一辙嘅 cardigan， 充满暗黑喷味。而走经济售价嘅下呢，就以大陆二搭嘅格仔为卖点，镜太单调，不妨以 scarf 做出层次感。